好，那我们再看我们的队长子毅。因为对子毅来说啊，以你的身高来说，你是偏轻了。这一次你有增加一点点体重，增加0.6公斤。好帅，好帅！肌肉量你已经非常高，但你在比较难增加的情况下，你还是有增加大概0.4公斤的肌肉量。嗯，背我有没有用，王子毅？要不是我这0.4，你能长上去吗？就是就是背你练的。一个正好堂听多少杠铃啊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小唐。哎，你的肌肉量有增加0.5公斤，你的基础代谢增加了22%，体脂率减少了1.1%。哇，1点多，很不错，真的很不错。不好意思各位，我马上就不是咱们这个人行走的杠铃了啊，你没得练了，王子毅。